秋分时节怎么会这么热？是有点奇怪，秋分者，昼夜均，寒暑平，不应该这么热的。我刚才好像看见年兽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肯定是年兽搞破坏。秋分不宜晴，微雨好年景。再这样热下去，会影响苹果采收的。没有发现年兽，应该是看错了。我们先回基地吧，给立春他们带点苹果吃。老大，这里安全了，开吃吧。不能吃，这苹果我有大用。老大，啥事能比吃的？总吃一点儿。那就吃一点儿。怎么就剩一个了？不知道一个苹果够不够。老大，不怪我，都怪苹果太好吃了。少啰嗦，都跟我来。这是秋分精灵。秋分时节，昼夜平分，秋分精灵主动苏醒了。春困，哇，秋乏，这因为节气衣还没修好，导致了秋分妹妹没有精神。这个缺口很浅，形状像根羽毛。山上的湖里有天鹅，它们的羽毛应该很合适。秋分时候天气正好。是啊，真适合郊游啊。原来老大是想祭月获得能量。还不是因为你们，现在祭品太少了。老大，我懂老大。哟吼，刚刚在基地还懒洋洋的，怎么一出来就变了？估计是吃了苹果，能量充足。我看是一出来玩就兴奋了。我们赶紧找找天鹅的羽毛吧。找到了天鹅的羽毛，估计还得加工一下才能用。走错方向了吗？我的月光纸，别跑！月光纸，嘿嘿，我给你掉个包。哎呦，差点丢了，得赶紧找老大。刚刚是逗你玩，现在可不能让你跑了。嘿，
老大，不好了，精灵们在找天鹅羽毛幸福节气仪。哼，那我们就把天鹅全都抓起来。快，从后面抱走天鹅，被精灵们发现。刚刚我看见地兽，年兽，他在欺负天鹅，快去帮忙。年兽，岩羊，立下。我可恶。我拦住精灵，快去把天鹅抓起来。巨灵掌强化。你们休想过去。老大，抓住了。移形。不好，快拦住年兽，看我的阴阳翻转。欢迎。怎么没动？有我在，你别想跑。年兽，你别伤害天鹅。年兽，你放了天鹅。哼，我现在放走天鹅，不就让你们得到天鹅的羽毛了吗？对，都闪开，不然我们就对天鹅不客气了。好，只要不伤害天鹅，你们走吧。天鹅羽毛怎么办呀？你们看那是什么？是天鹅羽毛。老大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我偷偷吃一块月饼应该发现不了吧。再吃一块应该也发现不了。快看。别说了。哎呦，跑了！哎呀！你别乱来！老大，我没偷吃。你偷吃什么了？啊！我的祭品！我的尾巴，我的尾巴！你厉害，赶紧走吧。每年公历的9月22日至24日间，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——秋分。秋是秋天，分是平分。平分有两层意思：一是太阳直射地球赤道，平分了白天和黑夜；二是秋分居于秋季90天的中间，平分了秋季。因为秋季有降温快的特点，大家有秋收、秋耕。秋种的许多农事需要忙碌，在古代秋分这天还要举行祭月仪式，后来才改到了8月15，叫做中秋节。秋分时节，苹果和核桃成熟，饮食应少吃辛辣食物，适当多食酸味果蔬，如葡萄、芋头、山药、银耳。我是秋分精灵，小朋友们再见。